带你来介绍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站的一些免费服务。按摩椅的服务呢是在 D1 那个区域，在这个隔壁这个商店拿免费的 token， 然后呢就走到这个竹林树林的后面，这个后面呢一般游客很少发现，一共有6台的按摩椅，左边3个，右边3个，通常一个 token 呢可以按摩10分钟，看你的需要。这个按摩椅呢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力道呢非常的强劲。这地方有这个全背部、上背部跟下背部的按摩，有揉捏、有捶打、推拿、点穴、拍打，看你个人的需要。你可以躺在这个椅子上呢，一边这个睡觉，一边欣赏外面的这个风景，relax。还有个人的电脑中心。也可以在这地方呢，做你的 business。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，有很多的书，你可以借的，就在那地方有个沙发可以看书。那 D2 跟 D3 呢，有赛车的游戏，也有一些线上的免费的游戏机，你可以享受带着耳机可以享受真实的赛车游戏。那种刺激感，还有一个个人淋浴间，这是一般人很少知道的，在4楼的贵宾室。那4楼呢，都是各大航空公司招待贵宾的地方，所以一般人很少上去。那这个淋浴间呢，是给一般大众，只有2个淋浴间，那很少人使用，所以呢，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新。有足够的空间放行李，还有挂钩可以放你的衣服，还有这个吹风机，你可以洗头，唯一的就是你要带你自己的浴巾，其他什么设备都有，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新。那这就是以上为你介绍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站免费的服务，好，谢谢。